我们那个舞蹈动作的话是什么时候做的？对，我们想一下一个，譬如说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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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对，是噔，反正到时候看你做，我们就做了吧。蹦吧，蹦吧，蹦吧。好长啊！我会问他们，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早就站在这儿，因为就没有 surprise， 可能我们再晚一点。对对对，然后跳出来，跳着出来。韩哥，第一，我们先出来。对，好，这个镜头过来了以后，我们就带着镜头往后退吗？对对，我这样子一直退进去。对，是的，唱着进来。就不得不去永兴坊，到永兴坊里就别想减肥或端庄。表表面，把你辣的涮饭见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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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觉得动线设计的问题，你看啊，本来在那个地方打回来，回来又打出去。我就不要在华阴老腔里面了，那就干脆干干净净，直接TT 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走，我们在这个里面准备好。嘿，到了西安，你不得不去永兴坊。嘿，不要不要面，不要你来了，算反见。已经流行走街上多快的，在这边在忙着，在这忙着，不要在那在办。我还说我们要快一点。先按你们下舞台练走一遍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，切。要往前一点，围着他们，再往前一点，围着他们。好好，我看了以后，我觉得啊，就是这样对称，看到、啊、这样也是对称的嘛，对吧？这样，倩倩你就往那个角，我就在这儿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那我在这儿，那我在这儿，我在他们以我为中心吗？不是，是的。哎，有声音吗？你们也听不到吗？听见我们在唱什么？这样，刚才你们的麦是不是没有声音啊？对啊，调一下他们两个麦的声音啊。前面都忘了，我的唱段全没了，我都还给你们了，你们都收到了吗？珠泪落，又哭，你们不要哭嘛，老师。你上来现在特别紧张，啥都不记得了。很好，就是稍微再给一点点力度到位啊。嗯，现在就今天很棒很棒很棒。谢老师，嘴瓢。但是你现在走这边没关系，亮住，亮住，然后回到你自己的位置就 OK 了。看见你就会，你走就不会了。